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，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，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74页，倒数第二行，这是第二个大段啊，行二，劝善，分为三个小段啊。第一个小段，一劝善。劝善，依教奉行免苦，这一句话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。这个世界太苦了，佛陀的教诲其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目的。用什么方法呢？方法是先帮助大家破迷开悟，换一句话说，迷于现实，苦不堪言啊，苦啊！如果对于眼前的环境认识得很清楚啊，体相用因缘果了然于心，就能够免苦了啊！依教奉行呢，就能够离苦得乐，这是真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迷了苦，觉悟了就快乐了。佛法的教学跟世法教学差别就在此地啊。世法里头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觉悟啊，知识做不到啊。啊，那么今天的知识很不容易，进入到量子时代。啊，量子这个发现确确实实对学佛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帮助。人觉悟很难啊，不觉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觉悟
就好办了。啊，怎么去悟？觉悟要靠得定，得定要靠持戒，这是佛法讲的戒定慧三学。为什么要持戒？为了得定。为什么要得定？为了开智慧。智慧开了，离苦得乐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是不是有变化呢？变化有，不在外，在内。啊，我们的心灵产生变化了。对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你有了认识了，正确的认识。这个认识是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既然是虚妄了，你就不会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心上，你就没有烦恼，你就没有忧虑，你就没有牵挂，你就得到解脱了，就这么回事。这是佛法跟世法不一样的地方。啊，学佛不能不知道，学佛还有一大堆的苦恼。啊，起心动念错了。佛法是教我们看破放下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没看破，看破才能放下。可是它两个是相辅相成。放下要靠看破，看破要靠放下。它是同时的，它没有先后的。那我们在用功夫呢？用功夫说到底是先放下，是先看破呢？个人根性不一样，烦恼当中的人要从放下下手。你没看破，佛叫你放下，我们听话，佛不骗我，我就放下。啊，你这一放下，就看破了，帮助你觉悟啊。烦恼当中，所知当中的人，喜欢研究，喜欢追根究底，所知障，他没搞清楚，他不肯放下，那就先帮助他搞清楚，用什么方法？经教，叫他去研究经教。啊，经教研究通了，他自然会放下。佛如是，没想到。中国的古圣先贤也如是。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，我们今天念的四书，四书上所说的跟大乘佛法没有两样。孔孟、老庄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，他们生在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地区，传统文化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，但是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却完全相同。
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开悟了。他用什么方法？跟佛用的没两样，佛教界定会。他叫各悟之知，诚意真心。他想这个，啊，然后起作用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佛起的作用比如可大了。佛讲到了生死出三界，这段文上就有啊。所以劝我们呢，要依教奉行。为什么要依教奉行？脱离苦海。现在的人生，现在的社会，确实苦海无边的。我深深体会到，我们要脱离苦海，就得要依教奉行。请看下面经文：汝等得佛今日，孰是为止？过自端守，终身不怠，尊身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当求度世，拔断生死中恶之本，当离三途，优步苦痛之道。经文不长，就这么几句，把整个佛法说清。人家又问什么是佛法，这几句就讲清楚了，就明白了，一点都不啰嗦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右面的经文，乃如来普劝闻经之人专精修善。念老这几句话讲得好啊，一般人读经没看出来啊。经文确实字字句句都不可思议，其深无底，其广无边，啊，注解里面佛经语这三个字，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，一生讲经教学49年。那学佛首先要认识佛陀啊，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教我，你要不认识佛陀，你会走错路，走偏差了，甚至
走上邪道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怎么认识佛呢？读经。啊，读什么经呢？他老人家教我读释迦谱，读释迦方志。这个经很少流通，大藏经里头有。啊，我是从这里入门的，所以以后这个经在台湾也流通了。啊，现在可以买到这个本子。这两本小经书，唐朝时代的大德，从经典里面揭露出释迦佛一生的行仪，有一点像《论语》一样，《论语》是弟子们记载夫子、孔子平常的言行，这两部书啊。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也是记录佛一生的心意，像传记一样，很不容易啊！他有类似的，都是这些有心人做的，做得好啊！我们读了，对于释迦佛了有个正确的认识，因为。他都是从经典记录的，有凭有据，啊，不是随便想象的。佛出现在这个世界，啊，经上记载的，也就是。释迦谱、释迦方志所依据的啊，师尊十九岁舍弃王位啊，他是当年也是个小国的国王的儿子。他要不出家，他继承王位。十九岁，对于人生生老病死苦，他看到了，他想这个问题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啊，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的？把它的因找来，缘找出来，果报就明白了。因缘果报嘛。搞清楚之后，他教我们了，学无修身，备尘获取。这就是出家之后前面一段期间的苦行，我们知道十二年啊，他三十岁开悟的，十九岁到三十岁，十二年。这十二年当中，广学多闻，印度在古代宗教之国，啊，宗教发达，宗派很多，哲学之国，有智慧的人非常多。他一个都不学，每一个宗教都学习，每一个学派都去参学，
12年，12年大概都看过了，都学过了，就得这样，不能解决他的问题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是生老病死，是六道轮回。啊，印度确确实实很多宗教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他们很清楚。啊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到解决这个问题，这释迦牟尼佛最初提出的。啊，如何能够超越轮回。这是一般宗教就找不到的，所以他放弃了。19岁出家，放下了烦恼障。30岁不再去参学了，放下了所知障。大乘佛法讲两种障碍，让我们没有办法提升向上提升，没办法，两大障碍啊。啊，所以佛法叫我们看破放下，看破是放下烦恼障。啊，看破，啊，放下是放下烦恼障，看破是放下所知障，从这入门呢，如是如是，儒家从格物致知，格物就是看破，物是什么？物是欲望，物欲。你要把所有的欲望放下，啊，内心要放下贪嗔痴慢疑，外面要放下财色名食睡，这两样没有放下，内有贪嗔痴慢疑，外还有财色名食睡。读遍大藏经你没学佛，佛教你的你没有体会到，你没做到啊！佛的教法就是叫我们看破放下，这是我26岁亲近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教给我。以后看儒家的书，读四书，一开头格物致知，诚意真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那一套原来跟佛法讲的一模一样啊。说法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啊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诚，佛经语，通知，舍我修善，备诚合觉，就这八个字。佛的经教里头初入门的时候叫我们舍我修善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叫我们向上提升，那就是备诚合觉。诚是迷惑，跟迷惑相悖，
是觉，所以背尘就是惑觉，惑觉就是背尘，就是什么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佛了。啊，小悟是阿罗汉，也不错了。释迦牟尼佛的目的可达到了。啊，他放弃十二年的修学，到毗婆罗树下去修定，去入定。啊，终于在定中开悟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了。与过去修学的有没有关系？给诸位说，没有关系。知道过去所学的错了，过去所学的十二年，用我们现在话说是，依然是背觉惑尘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弃了，他跟自信不相应了。他跟迷相应的，迷是什么？迷的根源是阿赖耶，他没有办法转识成智，阿赖耶是迷惑颠倒的根源，他转不过来啊，所以佛放弃是很有道理的啊，修定内定是什么？内放下贪嗔痴慢疑，与事出世间法都没有贪念的心。我们今天有一点明了啊，啊，世间法是假的。要放下，哎，出世间法也不是真的。他从哪来的？他从因为有世间法，才有个出世间法。如果世间法没有了，出世间法也不存在呀。相对而建立的，这个道理要懂。那么佛法我们要不要？没有开悟之前要，开悟之后不要了。你要障碍你开悟，障碍你悟门，必须放下。所以佛般涅槃之前跟大家说一句话，他一生四十九年没有说一个字，谁要说佛说法要谤佛，这话什么意思？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，那是真的。所以大彻大悟的人，他没有念头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来的什么法？他什么也没有。你去问他，你问什么他答复你什么，他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好像什么都通了。没错，是通了。其用的时候无所不知，不起作用的时候一法不离。啊，纵然其用的时候还是一法不离。难啊！初学的人听到这个话，越听越迷惑。
这到底怎么回事情？啊，我们再说个现象，佛是什么？菩萨是什么？阿罗汉是什么？人是什么？其实是一个他所附带的不一样，凡夫包括六道的二十八层天都叫凡夫啊，叫六道凡夫。凡夫眼见色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睁开眼睛见的色有分别有执着啊，会起心动念，所以见色它在色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种人叫凡夫。那佛呢？佛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自信见。起心动念了，一时间给你讲八十、五十亿心处，讲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见。第六意识是分别，那是妄想。菩萨就不一样，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菩萨。阿罗汉呢，比菩萨又差一级。阿罗汉见东西，睁开眼睛见东西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。没执着，那虽是阿罗汉，他能超越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上，六道从执着来的。啊，那最下面一个，有起心，有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执着什么？里面执着的是贪嗔痴慢疑。外面的执着是财色名食睡，不一样啊。耳听也如是啊，佛听一切声音听得很清楚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阿罗汉有分别，没执着。没执着，小圣，他不是凡夫，他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但超不了十八界。菩萨才超越十法界，阿罗汉在十法界啊，超不出，再向上提升，不分别了，就超越了，就超越十法界啊，达到最高峰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清不清楚？清楚，样样清楚，没有一样不清楚。怎么清楚的？本来清楚，不是学来的。学来的不是佛法，
这个诸位要记住，自己觉悟的是佛法，佛法是学不来的。啊，怎么学呢？我们依照经典，佛经语。啊，首先舍物修相，这还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啊，舍物不度三恶道，修相生人天两道。六道里头，人天两道是善道。啊，其他的阿修罗、恶鬼、地狱、畜生，这四道是恶道。要知道啊，邪恶不造恶，跟恶道就不相应，你决定不会读三恶道。恶道很可怕，啊，唐太宗有个附体的光碟，我们这儿有，我们六道凡夫多看看好，把它当作一堂课来上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恶道可怕，你不想读恶道，那你就一切悟不了，断恶的念头，断恶的言语，断恶的行为，不杀生，不邪淫，不偷盗，啊，不妄语，不良邪，这个重要啊！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我不偷盗，啊，修善，三归五戒十善，要紧啊！啊，佛在经上教给我们，句句都是好话。要认真去做到，学了不能落实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正落实的受用，这真的。要真修，修是修正。以前错误的，现在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人。修行，行是行为，起心动念，意的行为，心的行为，你心里想什么？啊，言语口的行为，动作身体行为，身口意，行为错了，把它修正过来，啊，这里告诉我们的邪恶就是邪不善的行为，啊，修善努力学善的行为，啊，三归善，归于佛，归于法，归于僧。六祖慧能大师怕我们会错了意思，走偏了，走邪了，所以他老人家传授三规，他不用佛法僧，他教人，你看六祖坛经教人皈依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，用觉真性，觉是佛，正是菩萨，净是阿罗汉，你看他用这个来做，这个有道理啊！我们是不是以觉正净？以觉正净，对了，你真的是皈依三宝了。那皈依之后要持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
你要能做到啊，变成日常生活行为啊，再提升一级就摄善。摄善是把口业从不妄语又开三种，不量食，量食是挑拨是非，不欺语，欺语是花言巧语，欺骗别人啊，不倭寇，倭寇是说话很难听啊，让人家听到不舒服，就功高傲慢，目中无人啊，这个要戒，后面加上不贪不嗔不痴，摄善业，阿罗汉所修的。我们要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，待人接物真有受用啊！什么受用？得大自在，没有烦恼了，烦恼放下了，落在其中。你这个落，你无法想象，你切入这个境界，你就得到，你才会感对佛陀感恩。啊，不是佛陀，在这个时代，你的快乐从哪来？苦不堪言呢，怎么会有乐？是你没觉悟，你没放下。真正觉悟放下了，快乐自在啊，这不能不知道。所以学悟修善，备成获觉的一切法门，释迦牟尼佛49年干的就是这些。那为什么干这些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自己这样做法，出家修行都是做榜样给你看的，你看会了，你走他这条路，这条路是人生最幸福，方东美先生讲最高的享受啊，最幸福最快乐。这是通俗佛经语啊，这一切法门今天讲的大藏经，那别者专指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名，指净土三界啊，这还有别说，佛一生讲的经太多了，从哪里学起？直截了当介绍给你的，就是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句佛号内容，把它展开啊，就是一部大藏经，圆满的大藏经。不要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到今天已经17了，说法无量无边诸佛国度，无量诸佛无量劫来所说的法，无量无边都没有超过一句阿弥陀佛，妙啊！可惜的是，没人知道啊。都把这一句佛号看轻了，看小了，看错了。
像海贤老和尚这种人不多。我们看他老人家的生平，他活了112岁，20岁出家，师父就传他这一句佛号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真了不起，师父把佛经语全部给他了，他就全部接收了。从此之后，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。没有念过第二种佛菩萨名号，也没有听过一部经，他不认识字，没有读过经。虽然出家，连经忏佛事都不会，连五堂功课都不会，没学过。做早晚课，大家念经念咒，他念阿弥陀佛。他在旁边念阿弥陀佛，他的阿弥陀佛不中断，他的阿弥陀佛念的真灵，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。这个秘诀不是你没有机会听到，是你听到不相信，你没把它当作回事情。你要听到真相信报纸这句佛号了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，事出世间一切问题通解决。你说佛法太多了，告诉你，把它简化到极处，等于一个零。这个零是什么？零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从这个零展开，演出无量无边法门，收回了之后等于零，等于零。所以佛在说，我一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从展开面来说，我说法49年，从归零的时候没说过一句话，妙极了。这个要懂。归零是成就自己，教学是度化众生，众生根性不一样。现在讲程度不一样，所以佛讲的深浅，有浅有深。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应机说法了。法无定法，你要真的觉悟了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你要是迷了，所有的佛经都不是佛法。所以这两句念老讲得好啊，六字洪明的净土三经我们要深入，要恒修，有恒心，不要把这句佛号断掉。口不念，心念，口念累了，心念，观想。净土法门有16观经，就16种观想的方法，享福。
享佛的身相，享佛的教诲，是佛所说的这一切经。啊，要悟入。什么叫悟入？这一句佛号不中断了，就悟入了。断了没入啊，不断的时候入了，入境界了。变成日常生活，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，最后的终结决定得生极乐世界。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所以六字洪明之净土三经，其中第一就是本经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们一生受持这一部经足够了。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，一切经浓缩就是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再浓缩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。数思维之啊，数不忘记叫数，念念不忘，从文而思也啊。这个思你看心，中国的文字，心里都有什么？心里面有分别了，有东西了，就是有分别了。啊，画个田字，有分别了。想，想是有相，心里想。像人有人相，像佛有佛相。啊，想是你心里头有相，思是你心里头起分别。啊，从闻而思。我听到这句佛号是什么？思阿弥陀佛，思极乐世界，不思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是暂时暂住的，不是我的老家啊！我现在流浪到这个世界了，我得回家。怎么回家？你念老家就会回老家，老家是极乐世界，老家是阿弥陀佛，这个要请啊，啊，断手不带，从思起修。断手，正手，断是端正，如胶奉行。海贤老和尚的成就没别的，这个人可爱，就他具足三个条件。老实、听话、正干啊，而且干了92年，20岁闻法，闻法那一天起就正干啊，听话正干的啊。那么像这样的人，这样的根性，我们估计他什么时候得功夫成品，我们在往生传在圣贤录里都看到
一般念佛人大概三年，很多不少啊。三年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功夫成片就能自在往生，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。阿弥陀佛会送信息给你，你什么时候就往生。而且有很多人要求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往生啊，有不少阿弥陀佛真的点头就带着走啊，那不是他寿命到了，是他缘成熟了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老实听话真干，一生决定成就。他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，也干别的事情，这是对佛没有信心，还是对这个世间一生比较有信心？对极乐世界怀疑，还是把这个世间当真，造成严重的障碍啊！啊，所以端守不怠这一句他没有做到啊。我们总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多有几个要端守不怠，怠是懈怠，懒惰懈怠啊，又去胡思乱想了，没有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你要问我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我送你这四个字，端守不怠，你肯定往生。不要再问人了，问人你还有怀疑，没有怀疑了，你问谁啊？佛也不必问啊，你只老老实实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，六个字行，四个字也行啊，从思起修啊，四是思维，正确的思维，没有不是邪思，不是妄想。起修是真念呢、啊，真干呢、啊。这一句佛号是宝啊，能帮助你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，你身上这病痛，你只真干，自然就好了。问题是你不肯相信，那无可奈何，佛来了也没办法，所以佛不来，来了不起作用。念到清净心现前，佛就来了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